第21题，呈上题把混合液过滤，再把滤液加热，则滤液中会析出何种物质？我们前面说过了，我们第19题开始跟我们说的是氯化钙加上碳酸钠，然后反应会产生氯化钠跟碳酸钙，碳酸钙是沉淀，可是这一题并不是问我它的沉淀物，它是要我们的氯液，就是我们的水溶液，那个是一个氯化钠水溶液，所以把氯液过滤之后，然后再加热析出我们的蒸发结晶法，它会产生的是我们的氯化钠晶体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题问我们说氯液中会析出何种物质，我们答案应该要选的是 A 氯化钠。第21题我们答案选 A 氯化钠。